这里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一打出来，旁边又一只寄生的跑出来。哎、欸，下面有糖果。Sugar， 很多糖，很多糖。Sugar。后面刚刚有那个莫林石，这里，你下面看一下。有。没有，壁虎。壁虎在漫步。你看，杀了一只苦力怕，蹦出那种很速度很快苦力怕，你会吓死。太可怕了。杀了苦力怕，蹦出毒啾啾。哎哎，你是不是有想法？不说你没挖干净。哎呦，我想要上去，又没挖干净，哪里？哦，0.5。嗯。公所。要过哪？哦，好。上面。耶、yeah ！我在思考这个平台要多少个说，我还有钩索。哦，跑出来了！给他咬，给他咬。我的黄金埋在土里啊。前进的路，那个护盾会累加吗？没有，他就只是，哦，你说累加哦？对啊，有老迪哦，应该没有，应该没有，他就吃一个人的吧？哦，那很特别，就是他要附近有伙伴才会触发。嗯，老迪的虫虫来喽。要挖洞啦！哎呦，刚好来喽！那我们打完这波再挖。人家先来了。正前方，头上有那个老迪，老迪跑掉了，没有正线。老迪，老迪死。好啊。哎，很多的寄生虫，恶心。哎，有一个那个、哦。白色的暴君，哎、欸，摸到了，屁股，还有一只蟑螂哦，哇，它爆了吗？是啊，还是蟑螂，哦，这个是你吗？对，不是，那红那是红色的，不是。哎呀呀，那里有刀锋，没摸到吗？没摸到，然后还在。拿过来，我摸到了，摸到了。哎呦，三只，我们三只刀锋，对，就是。哎，有人摸错了，有人摸错了，有人摸错了。应该不是我，我刚第一次就摸到了，我刚很前面就摸到了，我刚跟凡心一起往前冲。你是谁的啊？应该会靠近过来吧？他们还这样，还在打，没关系，他们打了，我们不管怎样，你我呢？对啊，何必分得那么细呢？哎、欸，我来的是刀锋哦。好吧，
你好，你最可爱了，来来来，我把你这只杀掉。都是自己人。我要先把长得比较怪异的先撇除掉嘛，有没有？怕他在，怕他在一个群体里面被排挤啊。对，怪的是你。哎呦哎呦，什么东西要吐你吗？那外面，哦哦哎，怎么那么？外面很凶。对啊，你地上是岩浆会爆的那种哎、欸。是哦，我刚刚一直在挖一个黑黑的。哇，那回去回去的路会很好。等一下、喔，我护盾只剩一次喽，屏障。这里有糖果，你都不吃？糖果是？那吃糖糖、啊？哇，打死一只又来更多只！我刚刚看到什么射击毛毛虫？可恶！射击毛毛虫？看错了。射猎吧，就射猎吧，就咬啊，互相伤害啊！吃糖，吃糖，糖糖，公子，公子吃糖。可以跳那个、啊、我的平台。那里有小团哦，好，距离有点远。哦，有了，可以了，拜拜。我在睡呀、啊。好大呢。对，下面有融合石哦，等一下可以下去挖。下面融合石有两坨。好，等那个岩浆。对面还有一坨。哦，可是对面火，对面火有点多。先去对面。等一下，我们的孩子都不见了。不知道跑去哪。哇？跑哪野啦？打怪他们应该就会靠过来。这里也太嗨了吧！这里有六四件。炮烫修修烫烫修烫烫烫修。哦。反正你的狙是手榴弹吗？还是什么？狙中箭吗？嗯，护盾啊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是那个爆一子母弹吧，这样子。先丢一个手榴弹，然后爆掉一大堆。哦、你知道？嘿、hey ，你要丢的准，丢到这火山孔里，哼，它就可以大爆炸。你要玩吗？你要看我玩吗？对啊，我在下面了。好，看杰瑞。另一边。看杰瑞表演。来这里，因为这里有事件。我们把那个都炸掉。好啊。你说火？等他先烧，然后嘞，丢哪里？你帮我标一下。丢到那个路口里，就跳到这上面有没有，丢进去。哇！对对对，啊，爆出来了！哦，你是做这个哦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就可以把它炸掉。我得试试看。哎、欸，有一只暴君哦，你在哪里？等
有没有？哦，有看到你死了哦，修修修，救救我，救救！你的比较好，因为你的有时间差。哇吼吼吼吼吼！骗人，时间差在哪啦？有啦。没事没事，有糖糖有糖糖，我们也一口。怎样？你的底部还有暴君？那我都吃了。主线也是暴君，好，当然是暴君。他不见了。他生气了，他生气了。哎呦，好多小虫虫。啊、完了！你在哪？我在刚刚那个地方啊。嗯。刚刚在下面。我、哦、们在上面是不是？下面。下面下面。完了啊！不行，这边太多只。啊！遇到一只刀锋。刀锋可以抓了。我确定我们的孩子都不见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孩子死了。莫名就死了。有一只老迪哦，没子弹。底下那个还有两个，底下那个补给枪还来。对。这里补满。哎，不要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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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用直接用直接就可以了。帮你强化护盾，你的护盾回复比较快。就你们这些家伙。屁事！现在还是有 奇怪的声音。有一只刀锋在咬我，你们可以摸它。摸一下，啊、不把它炸掉了，太多了。要直接钩锁过去啊！很多寄生虫跑过去了。反正我们这边我这边可以钩锁过去。不要吐我脸上！你好。啊不啦不不不不不，没事没事。滑倒。压死了。哎，你刚刚说那个炸掉中间有什么事件啊？我们那边有那个、啊、有那个方块，我们可以去玩。哦，好。想说那边如果一直烧，很可怕。一个洞穴，不要理他。不记得。不记得。这里拿一个。这边要点亮，上面有莫林，就这个啊，这是要不一样的。
化技发送器，表是不是一样、啊？可以一起来按。嗯？嗯？按了没反应哎、欸？有有有有！我、哦、这又是要枪，我们今天都这个。再亮一点哦。好，往前面。敲，敲！你看这个，敲岩浆都弄掉就好多了。敲，敲！我一个被顶。关你什么？敲敲！反正蜘蛛也是可以敲。敲！不吃。来又来又来！敲！敲望你！大只的！敲！舒服。有有有有！小子走开！敲！敲！干掉干掉！舒服！哦，我的鬼啊！我的完成了，这是更快完成。哎、欸，还有、欸、还有、欸。消失。哎，那为什么会消失？哎呦哎呦，吓死！哎呦，你怎么了？你那个是啊，烫死的吗？对，可能有被烫到。我滑过去救你。护盾也被打没了。反正这狗手是要，刚刚很紧张，零距离勾下去，没有，那是杰瑞在上面还没死之前那一波，很大波，你有印象吗？有，要切那个，要勾勾开，要切护盾的时候切到这个啊，你这看起来像坐在那个勾手滑过去。我来这里，这里超像坐在钩锁上。那然后呢，就没东西拿吗？这个没有，就这个解完会有很多经验啊。哦，经验哦。对，按、啊、就是有晋级才能玩。有空的核心的话，就有强化给他。哦。很多蟑螂。这里就回去了耶。我们是不是有漏？你说莫林斯吗？你看你有没有吃干净吧？还会多给？好啦，有黄金哦，有暴君哦，拜拜，三只胖胖，一只暴君，可以到钩手上比较安全。又一只，我们都去过了。太多胖胖了！哎、欸，刀锋，我怎么不能摸？真的、欸、很多哎、欸，很多哎、欸，很多哎、欸，你，如果在边退边打。
打回来，我觉得我们一定有间谍三片的莫林石，没有看到。 对，那上面有黄金哦。对，那边有黄金哦。好。这边可能看上面再点亮看看，看有没有东西。 等等等等等。再往头上点亮看看吧。没有哎，都是鹅卵石。你刚刚说鹅卵石？对。 哎呦，这里有那个、啊，还有路，那就是这啦。哇！挖起来！哇！挖通了！挖通了！ 挖通了，挖通了，先走吧，先走吧，先退吧，先退吧。每一只死掉都要喷那个。对，大只还会喷三只。喷那什么？铁线虫。哎呦喂！有啦，是不是？你要吃干净哎，杰瑞。不用啊，那这后面这边我这边有洞，我这边有洞。 那跑啊！就刚才发现我有40个还没存，还是不够啊，不需要挖。这里这下面这边你可以直接勾，那你拿掉。我们绕过去。 哎呦！哎，不是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有虫虫。Christmas tree，满满的消团。这样够了，这边45个，满了。 摸不到，为什么不能摸？啊、对不对？好像摸过一次就不能摸了哎、欸。对啊，强者摸一个啊，我其实没什么印象。对啊，难得那么多刀锋哎、欸。我们一场只能摸一个吧。 我都没了，完了完了完了啊！
我都安全。来，我靠近你，你有护盾，不怕。 Yeah， 那就撤回去了。嗯。前面有糖果。德天，这是要走去哪？嗯，淘金狂热，我也没有感觉。超级远。 他不会是要走捷径吧？不是吧，不要这样哦！你怎么把我挤下来？哎<笑>、欸，他走这边呢，我的妈！可以走了吗？不行，他直接往上走，往最上面动。 那我们要从下面。对，你们绕一圈上来。哎呦，我摔下来了。他走那个啦，他走补给舱的洞。对。三星。嘿。我这。下面吗？对。好。你要从下面绕，下面绕。你。哇。嘿。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走走走走走。抓抓抓抓抓抓。 走的可远的呢，可以摸吗？不行了，连一般的都不能摸了。这可能有，我们跟上了，我们跟上了。有。走捷径。<笑>我挤。 有一只老敌啊，你们等下看一下附近。没关系，我们会跑。冰酸的。他是有那么瘦？ 屁嘞，这是 bug 了吧？他又穿墙了啦，白痴哦！哪里？哇，直接大穿墙了！这是哪里啊？这是你过去啊？哦，走另外一边，走这。哇哇！好像要走这，好像要走这。要往回走。看起来应该是。 再跳上来哦！然后可能要看一下，我的天！护盾快没了，护盾快没了，护盾快没了！好像是对面上面的，我们刚刚有走这钩手吗？我下来了。 啊！不要救！不要救！不要救！攻守过来有路，卖球！那个、哦、不是，这是他刚回来的路。这边你走到终点，你多 tap 去看。不要吧！可以，我这不会痛。不是，不要抬头，不要回头。不要回头。<笑> 翻墙之后啊，这边这边，我知道了。勾不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边太没有我这脚是不能勾太陡的。我知道。哎，可以。我这里哦，如果你要走的话，干火山啊，火山啊！这边你就直接到终点就好。进去，进去，进去！我标记那个路了，你们从那边走。啊，不是标记问题，是没有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到不了是不是？好，交一个人到就好。
哇，这个岩浆啊！对啊，刚好那个你的线勾到岩浆，对，没办法，刚刚太紧急了。哦，我们的那个蜘蛛卡在旁边外面这个洞。你到就好，你能到就好。气死！还有30秒，侦察兵就是这样，一个人能到就好。 你要加速一点哦！你还有20秒，耶！有至少有一个过，有一个过他就是过关了。最后繁星刚好掉到。 没有办法的地方，没办法，你们刚刚两个同时看地图，我就只能放护盾帮你们挡。嗯，没办法，那个路看不懂啊。我们的那个小伙伴太霸气了。没有，他那个他走，他有那个我们走的那个路，他有分另外一条，就是我们下一条路，就是那个我们不是说地板上很多岩浆那边？哎，主要是那个空降舱的洞，他走那里。<笑>我觉得重点是那个他穿墙，太霸气了。 有人说全部主动技能都只能发动一次啦，所以没有啊。刚刚我们那个虫虫最后有看到，在那个啦，他在他卡在那个卡住了，所以他们没有死，所以我不能再阳性的。对，应该这样。我就记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再阳啊。嗯，但他们没死掉，他们只是卡住了。这刚刚那边最有看到。对啊，傻眼。他主动技能不一样，因为有些是只能用一次，有些是 CD 的。对啊。 快速救援的那个秒救就是一次，耶耶，GG，有过关，可以圆满落幕，休息休息，好，最后要去晋升，好，真的差点去。 大家看竞赛，那就先关了。好，啵啵啵啵，啵啵啵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好啦，这边跟巧克力玩的挖矿游戏就到这里啦。那等下就去魔物猎人。嘿，哦，刚刚就是边吃巧克力边玩，突然觉得哦，突然头好晕哦，太甜了。 等我一下，我在跟点点讲东西。我买了一个很可爱的床给布布啊，就是因为布布就北七北七的，它布布就是布类娃娃类都会一直狂咬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会一直去咬。那像点点的那是什么？ 那个眼罩的线啊，然后我看视讯用的那个线啊，就都被它咬光光了。然后就想说买那个床给他试试看，他会不会喜欢，会不会去咬。那因为它有那个标榜防咬，我才去买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玩《魔物猎人世界》啦。哦，改个标题，改个分类。 今天真的睡太久了，因为天气太冷了，而且我那时候是用那个水暖垫躺着，然后水暖垫预设都是12个小时之后就是不温，就是没就是自动关机啦。我是睡到床怎么有点冷，才发现说啊晚上了，糟了，就爬起来了，就起床了，不然我会继续睡下去。
开启游戏。巧克力不能偷吃，我知道啊，很多东西都是要适量啊。哦，原来上面 PC 魔物没人提醒我要关掉，哈哈哈哈哈，哇哈哈哈。巧克力还在升级，偷看很难，但是很刺激，很刺激。打左边的其实都可以过啊，就还好，普通，已经没有那个刺激性了。就我觉得打左边，不如去打一般关卡的四星、五星比较嗨。对，好吧，这游戏已经玩的差不多了。我觉得这游戏很推，可以买。它大概的游戏性就是可以玩100个小时，100个小时之后可能就比较单一了。虽然哦，他有提到那款游戏真的就是它很棒，是会持续更新，可是就是模式感觉就是会摸头摸手，会可能就是到那个大概游戏寿命就有一本很好一个游戏能有100个小时，那真的是很棒的游戏。像魔物猎人世界就是很多你不确定的发展那个、因素在里面，那现在就是已经玩了1200多个小时了。好的，我们我回来了，江江要去隔壁了，没有，他在睡觉。哦，一个人病，可怜，可怜。看来他只能当舒适队了。来吧，大小金团还是巨魔团？可以啊，大小金也行，巨魔也行。我现在在找宝物啊，快找完了！恭喜啊！啊，你拍摄也拍完了？啊？拍摄啊？拍的算